计时开始。我当那个车子，我当车一样，我在教你。你当的是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。完蛋！哇！也很难，是什么？好难哦。那个应该是登山极限运动那种。啊怎么配？我不会。好。我看看。O U T。有两个 O， 它有两个 O。O。O 一定是 outdoor。哎，对。没有那个 O U。Outdoor 卡。O U R 什么的。哎，是吗？还是 dangerous？ 哎 ，dangerous，dangerous， 对。D A N G O。是一个 outdoor 卡。D A dangerous。历史课文 ，O U S，这个不可能吧？哎，组合到底对不对呢？请彩木公布正解 ，D A N G E R O U S。请出题。Number two， 三个字而已，这很简单。G O D 尬的啦。哈哈哈哈可以耶，哇尬的，可以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是哎，因为四个都有天空啊，尬的啊。哎，我是吗？盖吗？想一下 ，S K I E 哦，没有啊。S K I 有什么？来，我们先有房子，房子，然后后面那个呢？稻草。草，然后呢？木头，砖块，所以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对不起，什么？你知道了吗？公布我们的答案，先生拿。